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贤。今天我和表妹要用法杖大战野人军团，里面超级多的野人。表妹，准备进去。开门。快快快！哇哇！哎！哎呦，都打没过表哥，呀！怎么过来打我了？表哥救命呀！表哥，我进来了，我帮你拉开仇恨花。表哥，你快来！我已经进来了。快快快，表哥，我帮你吸引仇恨，你快打他们！再打，再打。哦。坏了！我要被追上了。表哥，你行不行呀？怎么攻击这么慢呀？哇，表妹的攻击好高啊！厉害吧？哇，表妹怎么一下就 看我的？一下一只小怪，我的天哪！表妹太厉害了吧？事实证明，雷电的法杖还是厉害哦。表哥，我拿的是雷电的，雷电的攻击力好高啊！表哥要放火了，表妹躲开了我的攻击。